兄弟们，柳州不只有螺蛳粉，还有这种接地气的菜市场，有机会一定要来逛一下，特色小吃特别特别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谭浪妞，今天来到了柳州嗦粉儿。我觉得在一个城市能吃到更多的特色小吃，一定要来菜市场。今天就带你们来一下柳州的菜市场，有什么好吃的？这个笋的味道跟螺蛳粉一模一样，这全部都是广西人爱吃的各种酸，一切皆可酸。还有这种广西特色的烧猪，好大呀！兄弟们，发现了一个猪尾巴，哈哈，黑毛的猪。广西人对狗肉也是特别钟爱的。大姐，这个是不是螺蛳粉味的呀？酸笋味，酸笋味，就是螺蛳粉味的，什么都有。这个猪脚怎么卖呀？30一斤。30一斤，这个呢？猪皮，15一斤。这个呢？3块一个。那帮我来一个猪脚好吗？哪一块？这一块。大一点的。可以。猪皮再夹2块。对。可以，够了。那个大螺可以帮我来点吗？啊，那18一斤。这个大螺18一斤。装一起吗？装一起，可以。够了吗？啊，够，好大呀！这个是福寿螺吗？田螺。12加9，这一大份21块。啊，可以，好。这个炸猪皮刚买，我就已经忍不住了，先来一口。实在忍不住，太好吃了。待会还没找到地方吃，都被我给造完了，感觉就像做歌姬一样，太有味道了。这就是当地菜市场的感觉，这种小水晶葡萄可好吃了，才3块钱一斤，隔壁是黄皮5块钱一斤，人好多呀。兄弟们，我以为这个是樱桃呢，没想到是辣椒，太奇怪了。老板，这个是什么呀？芋头糕。啊，还有煎呀，这么大。那帮我来一个芋头糕，多少钱一个呀？6块钱一个，行，来一个。哦，加卤汁煎呀、对，加卤汁来煎。哦，它这样才够味呀、兄弟们，有没有见过这个芋头糕是这样吃的？菜市场里的好吃的果然名不虚传啊！像这个芋头糕，我见都没见过。它是糯米包的芋头丁，然后里面加了好多好多小配料，还有辣椒、香葱、香蒜。你们没想到芋头糕是咸的吧？先来一口。鸡鸡的，真的是第一次吃咸的芋头糕，很好吃。兄弟们，没想到柳州的鸡是这么卖的，全部都圈在里面的，是公鸡母鸡，看着就香得很。我还以为你在菜市场买的，我问问在哪买的，我要去吃一碗菜市场的螺蛳粉呢。啊，自己煮的，那里面的血啊，鸡血啊，鸡血啊，厉害。大姐是卖鸡的，这全是毛。像这种热闹的菜市场里，如果发现了这种摊，一定要尝一下，搞个凉拌粉，2块2块。老板，帮我来一碗凉拌粉，要个2两的。啊，是现切粉啊？是啊。哦，行，很好吃的。刚来的。好，可以。在这开了多少年了？菜市场里？差不多30年了。30年了。那这个菜市场有多少年了？很难讲，反正好久好久了。哈哈哈。3个品种，那我就要那个粉肠吧。喜欢吃肠。粉肠。好吧，好吧。啊，行，反正我要个2两的，总共多少钱？9块。加肉才9块钱啊？啊，就是9块钱。全部都9块。我天哪，不愧是菜市场里的好吃的，没找错哈。啊，还要加调料啊？这么多？很好吃的。天哪，现在这种金百香果刚下来，12块钱一斤，还不便宜。还有广西特色的各种粽子，竟然还有黑米粽。没想到柳州的山竹才8块一斤。还有这种奶奶推着小推车卖南瓜花，还有阿姨卖自己家采来的中草药啊，是什么品种我也不懂。没想到奶奶是这么卖自己的东西的，写在地上，都困得睡着了，太不容易了。刚才看到那个奶奶就是热得已经睡着了，因为她卖的全部都是那个菜苗，没法买，所以我准备给她买一瓶冰水解解暑。奶奶你好，我刚刚看你很热，给你买一瓶水喝。啊，我已经买了。我看你一直在这里，刚才困得都睡着了，买一瓶水，2块2块啊。没事。老板，这个是什么菜呀？芋蒙。叫什么？芋蒙。芋蒙啊。哦，炒着吃吗？像这种菜市场里的芝麻糊肯定香。大叔，还有芝麻糊吗？有啊，帮我来一碗。我天哪，这是花生，这是芝麻糊是吧？好黑啊，我都看不见了。哇，好黏。3块5一碗。现在买了一大份螺蛳粉味的配料，哇，这个是炸猪脚，这一个才6块钱，好实惠。
要了几块大猪皮，才3块钱，还有这种大田螺，这一大碗总共是21块。这是菜市场开了30几年的凉拌切粉，哦，老板给我加了3种肉，竟然才9块钱，真的惊呆了。今天我觉得特别幸运，找了几家在菜市场隐藏的老店，真的是好吃的永远藏在菜市场的深巷里，你们一定要来寻找一下，特别棒。先小来一口。粉是特别筋道，而且很爽滑的，里面的肉也很多。9块钱里面竟然还有大肠，还有螺蛳粉味的猪皮，太过瘾了。还有这个炸猪脚，菜市场里面按斤称，这一个才7块钱，好便宜啊。还有这种大田螺，哇，好棒啊，好大好大。还有大叔开了30多年的糊糊店，里面有什么黑芝麻呀、花生啊，还有那种冰豆花，什么都有，很接地气儿。尝一口，第一口入口是很绵密，第二口就是微微甜，很好吃，不愧是老店。我觉得今天运气好到爆炸，所有的全部都是老店老摊，就是最起码都是30年的那种。你们如果来柳州，除了螺蛳粉，一定要来尝试一下菜市场里深巷的美食。兄弟们，毫不夸张地说，这家干捞粉是我来柳州以来除了螺蛳粉最好吃的，真的强烈推荐你们，太炸裂了。